英总统就职典礼目前彩排来到相当精彩的部分，国军出动了陆海空军各种军机飞越总统府上空，向三军统帅致敬。来看现场画面。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， 让我们要再次的以热烈的掌声，我们来为国军加油打气。包括了陆航直升机、国旗机队吊挂巨幅国旗率先进场，紧接就是各型战机编队冲场，最后再由雷虎特技小组释放彩烟，依序来通过总统府的上空。而国防部透露，这一次展演总共出动了450名兵力，看到这现场相当的壮观。其实根据了解，为了展现确实精准，机队从空军新竹基地起飞之后，就需要由领队控制编队飞行的航向、路线。同时呢，也借由航线上8个检查点，透过加速、减速、增加转弯半径的方式进行速度调节，来确保进场时间跟典礼大会进程一致，希望能有完美演出。